小妹妹，请你不要哭泣，你的家在哪里？我会带你回去。哦哦，不要悲伤，风不要哭泣。哦，在这夜里，妈妈还在等你。我等你回去。阿轰，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，听起来很清新，就是今天好准啊，就是所有音准也好，拍子也好，都很舒服，你觉得你很自在，那可以看看上面我的队伍里面都没有像你这样的一个歌手，所以如果你是在我上面的其中一个位置，你会发光发亮。我们拥有的学员，你看我们都会坐在上面，好不好？这是跟以往不一样的。对，所以他们也很紧张，不知道会不会随时拿来 PK。一方面骄傲，一方面也有压力。我学员怎么样？有对了，你学员呢？什么学员呢？他直接就不理你了，选完你然后就走了啊？没有，他还有工作。